今天我们来这里也共同的见证啊，日本对台湾疫苗的捐赠334万，啊，到今天为止，我想这是代表了日本的人民对台湾的一个帮助，那我们是心怀感激。虽然是334万剂，那但是我们的医护人员也都非常的珍惜，那一剂基本上都可以打到1.07到1.10，所以几乎可以打到360万人。李四先生，大家好。那我想今天我们来这里也共同的见证啊，日本对台湾疫苗的捐赠334万，啊，到今天为止，我想这是代表了日本的人民对台湾的一个帮助，那我们是心怀感激，我们非常高兴。从6月4号到7月8号到今天7月15号，连续的三批，那也可以提供我们台湾大概我们人口的涵盖率，好，大概15%，虽然是334万剂，那但是我们的医护人员也都非常的珍惜，那一剂基本上都可以打到1.07到1.10，所以几乎可以打到360万人。好，这也代表了15%的人口涵盖率，那对我们的防疫的帮助是非常的大，我们非常的谢谢，我们非常的谢谢。那相信大家今天也在这里来见证，好，这疫苗的哈下期，我想大家心理上都非常的感动，那我心里也是觉得非常的激动，那也要再度谢谢日本政府跟日本人民对台湾这样的一个情谊，那我相信，好，这是日本跟台湾我们的友谊长存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